即日起，兰心斋全体工人悉数遣散，兰心斋宫女立夏，户主有功，调任上食局司膳。嗯？什么鬼？陛下不要啊！陛下，这万万不可，此女品阶太低，一跃成为五品女官，这…… 实在不合祖制啊！大爷，您说的对呀。陛下，臣以为此宫女出身逆贼，岳飞宫中，身世背景如此不清不楚，如何委以上食局司膳的重任？有理有据，无法辩驳。陛下，且我南庭选官素有申言书判的惯例，此女面若无言女，如何能当女官？ 望请陛下三思。赵大人所言极是，还望陛下速速收回成命。第一次听见别人说自己丑这么开心。众爱卿所言极是，此事先按下不表。朕也久未同众爱卿一叙了，都留下来陪朕用午膳吧。